有足立的態度，其實你們出來提出的訴求，要求一個獨立委員會，就是一個真真正正中立的態度，是不是？因為一個獨立委員會、調查委員會是要還所有人的一個公道，你們是沒有因為你們自己的自身利益而是提出一訴求出來，所以我覺得你們真真正正是站在中立的立場表示你的態度，但是反對成立一個立